系 Silly， 又系去歌剧院同 Harbour Beach 睇都睇到闷啦，不如挑战下呢啲咧。必玩系呢个 Crazy Rider， 有40个大回旋，好似单人过山车一样。出发之前做好准备，上山嘅时候仲要小心有石。我哋出发啦！睇落唔系好快啫。终于玩完，阿毛玩到飙晒眼水。玩完回旋先拉，唔可以错过斗智斗力嘅力奇活动，历时2.5个小时，动物桥、垂直梯同埋攀墙。亦都有专为小朋友而设嘅轻量级力奇。游绳最紧要系学绑绳结同姿势，要行大约20分钟先至入到深山。先嚟个轻量级约3米高悬崖，点啊你？我谂住避啲雨，跟住就跣低。呢个中量级要一只脚踩住崖边，一只脚踩住木桥，要徒手走个90度悬崖。太难啦，超劲啊！攰唔攰啊？超攰，我个肚都嚟湿晒啦，而家。换个角度睇。近乎90度，一样咁斜咁惊，仲要爬过差唔多2米高嘅巨石，又要喺罅隙中跳嚟跳去，系咪好炸？ Okay. 最后一关向高难度挑战，直落22米悬崖，就咁望到都脚震啦！难得阿毛仲咁淡定，俾摄记任影。玩完4个小时游绳，教练 Jason 仲会为我哋炮制最窝午餐。最紧要是可以享受一下冇网络的世界。食完 lunch， 最啱学澳洲人嚟个 bush walking， 睇下峡谷靓景。Jason 仲会教导人造野如何自救，好似呢个 bush tucker 有晒维他命 C， 当失路冇嘢食，可以食佢嚟保命噶。